爸爸也是真的很爱他女儿啦。可是我觉得这还好啊。这还好哎、欸。啊，可能我对这个比较不怕吧。哇。我可以再捡起来吗？那还愿的意思就是这种意思啊。这该不是切什么了吧？我的天啊！为什么突然觉得架盘有点酸痛？也不是走错位置啦，我是多绕一段路啊。下一个比较刺激，好啊，来啊，我们来挑战看看。要么就割舌头嘛，要么就割耳朵啊。这就是父爱吧啊！等你们当爸爸妈妈之后就知道了，真的会为了自己的宝贝做出一些事情。对啊，一定的啊！你看地狱不是挖眼睛就是拔舌头，啊，要不然就是还有什么割耳朵、挖眼睛、拔舌头，想到就是这些啊。哎呦，我要表演吞剑喽！准备喽，我要吞剑喽！来来来来，吞剑模拟器。守阴国耶稣，我吃一口炒饭。哑然失声。此封杜峰。对啊，拔舌地狱啊！原先说谎话啊，被拔了、啊。昏暗女，天籁歌声。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欸、这画面真的有哎、欸，我的天啊！哎、欸，你们不舒服的赶快不要看哦。哦、然后再来就是。顾先生，现在男生的心神已经回归了，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从哪里开始的，就回到那里做结。来来来来来，下一个是什么？看不出这刑具是干嘛的、欸，感觉是剪刀啊，可是要剪哪里啊？对啊，这是剪刀啊，剪哪里啊？日弓。哦，这个不能播吧？一晚看四次了。哦，好看吧？凤凰折翼，此赴杜峰于法院，愿显我心血，救爱女，飞黄腾达。然后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你们手放桌上，然后拿笔戳桌子，看谁速度最快，那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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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来啦！不要盯手中，不要插手中，不要插手收。其实我感觉很伟大、啊。现在算是完成了，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一切就会圆满。你们在插低什么啦？
欸，人家恐怖游戏，你们尊重一下，打叉 D。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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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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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呦！你真的很诚心欸，天哪！奉献一切。哦，回来了。你们回来了没？哦，李金。然后呢？关灵术是种流传已久的关洛英嘛？离开。看见沙丘，水有关。莲花等于连接，看花城堂，好在建议走发愿者一名，登不上。哦，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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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最后怎么没有患者离刚晋升与所以我现在是要把女儿抱出来是不是？女儿你在哪里？女儿爸爸来抱你了。但是吼，怎么了？拍谁？我只是想问，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效？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我每天都有在办，都有在求，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是不是要补助补功德金？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我会更努力办。麻烦老师跟我说要怎么办。不要紧张。这个一定有方法，我会再教你。拜托拜托，何老，何老，没了。我想确认一下，你告诉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吗？有有有，一定有。我都有在念经，可是那女的还是不肯跟他离婚啊。我们有都有在一起念了。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真的有念了，有缴钱，到底？骗钱！你这个神棍，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先生，我有录起来哦。十年来，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钱，大小事都办。你不是说植物观音什么都帮吗？我爸也相信你，后来才没去做化疗。你明明说可以多活两年的，现在人都走了，你最好解释清楚，不然我一定告你。感谢 follow， 没了吧？还有吗？假的啊，一定假的啊！好，走走走。告老师，何老师哦。看你哦，打火机没了欸。说，你先把蛇酒准备好。你家有没有浴缸？
有，好，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叫美心听话，照我说的做，一定会好。别担心，要坚定。金城哲林，你知道吗？哦，我家以前也很信这个，因为我那阵子小国小的时候。喂，你好。哦，陆先生哦。啊，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哦，我跟你说，你不用紧张，这种事情急不得。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重者七日见效。你要对美心有信心，你要有耐心啊，不要去打扰他，让他慢慢泡。不要开厕所门好吗？好，那你有问题再打来，我都在，我一定帮忙啊。天哪，哦，靠，是不要让我讲完啊。啊，拒接，觉得烦了，不接了。啊，就之前我国小，因为那时候肚子常常痛，也是很多天没去上课。啊，后来都是看那种中医啊，不，那种神明的东西，就是看不好啊。美心，我来咯。哇，感觉是死了。9月29日下雨天，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我也想她。我忍耐比较苦，可是越忍胸口越不舒服。有一天，就又开始不能呼吸了。爸爸说这次不用看医生，明天我们去看何老师，病马上就会好。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我已经折了好多好多郁金香了，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没办法陪我一起折。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病好后，我要继续练唱，变得更厉害，唱得更好。然后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变成大明星，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我好喜欢那个时候。哦，手可以放开了，继续吃我的饭。结束了吧？失望的人，这次没能红了眼眶。我们让大海淹没了嘴，享受着心酸。纷乱的光线里，我闭上眼去看。哦，所以还有其他结局哦，我的天啊！哦，还好你刚没剧透我。我女儿死了，好啊，走到伤心结局了。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生。
会不会还是坦率地想着我的荒唐。哇，结果是坏结局，糟了，第一次玩恐怖游戏就失败了。爸爸，我们回家吧。回家回去哪？大海满是波浪，不见船入港。他站在码头，遥望着北方。Hello。 青丝飞上白霜，心还惦着他，心里没说的那句回答。不行啦，我等下剪片了啦。
得。玩得蛮开心的吧。各章节拿全道具。应该不会再碰了吧。比精神病院那些还好，因为精神病院那就是一直狂吓人，这就还好。好啦，这是我第一次玩的恐怖游戏啦，希望大家喜欢。柯老师，我们是，炒饭好吃，最好吃完了。解除成就，还愿。这里吗？哦，奉献应该是地狱那边吧。哒哒。离开前记得把座位上的爆米花丢垃圾桶。好不？好啦，今天就玩到这边啦。下次有恐怖游戏再来玩，觉得要敲门，还不错，至少我有在四个小时内完成，我像九点半啊，没有快十点，其实好，大概三个小时，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三个小时内完成还 OK， 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播个广告，再走。感谢各位咯。感谢感谢。哦，有诶，三个小时零四分。拜拜。